抗议，抗议！社会不公义，抗议，抗议！无看骨气哩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老三广告》。来来来来，咱今日继续讲耶稣的故事啦！啊耶稣、啊、故事是咧抗议啥？耶稣迄个时代，几个宗教嘅领袖吼，权力足大足大足大，你知道？几个社会吼。 拢叫这宗教人士在控制，一般老百姓吼，拢毋敢讲话啦，我点点嘘点点莫讲莫讲，讲会得罪人，吼，毋通讲毋通讲吼，高层的代志咱莫讲莫讲莫讲，加讲加说安尼即种现象吼，每间公司拢有，每一个即、這个单位拢有啦，政府机关也有啦，甚至吼。 福音机构啊，有教会也有啦，拢有促进嘛，啊，拢有即落基层的声音吼、哦，传未到顶面嘛，啊，所以呢，耶稣足勇敢，你知道？圣经内底有一段，吼，耶稣骂人骂甲热热等，拢骂啥物人？拢骂即系，即政者，拢骂即系宽慰，拢骂即系有权有势诶人。 尤其是宗教领袖叫做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就是当时有一群人吼，拢对中国足虔诚诶啦。圣经拢摕著了上大本诶，基督拢基督上古歌上大声，啊做礼拜拢头一日去，最后一日走，奉献吼，伫人诶面前啊拢奉献即落大张诶啦。耶稣专讲即笔只法利赛人。 压缩即边什么咧？哦，压缩即边七行代志安尼。但是呢，见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今讲到第七行，你煞未记咧第一行啊啦。我只有甲你讲上严重啊啦。上严重的是什么？著、就是这下我哋世人吼，天、哦、边海角去宣告，你知道？去传福音啦，啊！去叫人安尼信上帝，叫人安尼悔改，安尼吼。 但是目的是安怎？是要叫因来加入基督教，叫因爱洗礼加入会员，啊爱奉献，互教会人数增加，教会钱财增加。但是事实上，即阵宗教领袖所做诶代志是虾米呢？耶稣讲吼，恁将即个。 歹打一打打，拢互人讲，你信上帝吼，这袂使，迄袂使，对伐？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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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拢咧，举报人啦，啊，拢咧监督别人啦，家己哦，无咧做，哦，拢要求别人啦，用最高级标准要要求别人，但是家己根本都做袂到，安、啊、尼有可恶无？即叫做宗教因素啦。 咱伫即个时代嘛，看到足侪即种现象，呐，尤其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像讲美国即个国家，有真侪即基督教的领袖，平常时也有个上电视呢，平常时也是教会足大惊的吼，但是私底下后分外情的啦，后摕即个不义之财的啦，吼，这种现象。 在一个叫做基督教国家、天主教国家，真容易发生啊！因为吼，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一个资源，你敢知？信徒诚多，迄一个权呢？信徒诚多，这个、后壁拢是钱呢？所以造成一种宗教一种一种腐败现象啦。耶稣都是咧，这笔真个现象。 耶稣讲吼，人一般的信徒是欲来对，讲啊，兄弟，吼、哦，我要来救抓，吼、哦，你若像咱台湾都咧庙里渡街头嘛，对神明咧救抓嘛，吼、哦，伊些的人是，兄弟，我来你的圣殿欲救抓，我哋些人讲，等下，等下，你安尼救抓无效，你系只圣殿内底紧啊。哦”吼，你也讲，我。 只即个金仔，我来就抓。耶稣讲，我借问啦，是到底是金仔较大，还是礼拜堂内底上帝较大？你礼拜礼拜堂，你当然是你良你的良心对上帝嘛？您竟然教人讲来，你只红恨的想，哦，你只红恨想，你袂当讲贼安尼，你安尼人假？ 恁安尼就是代表，互一个人知影讲，教会内底钱上大嘛。耶稣讲安尼，你著知影法理使人？迄阵的道德败坏，加甚物程度。啊，因唔是无传统，福嘛，因有哦。因使界去传统叫人来信，但是目的是甚物？教会人数增加，奉献增加。恁毋是真正关心迄个人嘅灵魂啊？ 恁并毋是真正了解上帝诶国啊！啊，恁遮人作好是啥物？恁讲有啊，我拢有遵守啊，十分之一啦、啊。古尧算上帝规定啊，讲哦，恁毋通趁诶拢家己诶地地六地啊。所以恁诶十分之一爱提出来奉献互上帝啊，毋是所有趁诶拢恁诶，恁要有一个感恩诶心，会用奉献十分之一。 结果耶稣即逼啦，讲啊！你当做我清明，我唔在晓，我拢知啦。恁奉献十亿，十分之拢奉献啥？啊，奉献恁兜种嘅木瓜啦、菜瓜啦、韭菜啦、葱啊啦、芹菜啦。简单讲啊，恁嘅十分之拢奉献到俗啊，迄个无值钱啊啦。啊，你哦，我足遵守诶哦。哦，你看个十分之，十分之。 十几层啊，红印，十几安尼啦！啊，你咧甲我开玩笑呢、啊、呀？你怎嘛是咧甲我办公结会安、啊、尼啊。耶稣直接安尼跟人作逼啊！哦，就是讲，恁的虔诚拢是外表的啦，拢表面的啦，恁的心内想的物件吼，拢未看见。所以耶稣骂到尾也吼都歹听咧，骂耶稣骂到尾也讲。 恁这吼叫做蒙阿包啦，外面油漆吼擦水水嘛，对无吼、哦、啊，内底吼无任何金银财宝，迄棺材内底敢若死人骨头臭光光，什么拢无，有外在呢，完全无内底诶虔诚诶心啦，有表面唱戏歌啦。 表面宗教嘅行为啦，逐礼拜去做礼拜啦，圣经摕大本嘅啦，哦，啊，你时时路口上就去啊，手提啊咧祈祷安尼啦，惊人唔知你做假话啦。事实上，上帝照你嘅心嘅顺讲，内底无物件呢。来，耶稣先阿讲帮我补，内底死嘅，内底无活命，内底无信用，只有我在宗教诶，即 道德而且规定啦，哦，一工干毋干规定这规定迄啦，咱大意讲全规矩了了，一大堆的规矩，但是实际上恁的心内根本都无将上帝当作一回事。我以前咧读这段圣经，我就咧讲，想下嘛吧，想离谱啊吧，应该未吧。 等我慢慢慢慢接触足侪宗教吼，毋是讲啊基督教吼，包括天主教，包括咱诶民间信仰，包括足侪，我则知影哦，即即足正常诶，诶，足侪人吼伊伫伊诶信仰内底，无一定是基督教诶吼，伊伫伊诶信仰内底吼，看起来干那足虔诚诶啦吼，但是伊实际上伊诶生活上所做吼，甲伊相信诶物件吼，拢颠倒变。 有足侪足侪，咱来讲，即个基督教徒，啊做礼拜做真侪，啊但是礼拜一到拜六，伊做诶代志，伊伫伊伫即个公司做头家，迄根本是都是拢业态家己诶员工，有啊，有即个情形啊，对无？啊嘛有种天主教，吼、哦，啥物大主教，哦，啥物教区真大，啊，结果伫后壁，摕一寡不应该摕诶钱，嘛拢有啊。 然后，即个宗教诶因素，哦，利用即个肋骨塔啊，啊伫遐咧收回扣，哦，看一家我收偌济，嘛拢有，啊，所以足侪足侪黑暗诶一面呐。即是你若知影时，你会惊着讲，诶、欸，即即应该是即是大师呢，即是牧师呢，即是主教呢，即拢是宗教高层诶因素呢，啊哪会安尼。 魔鬼上恐怖，毋是伫教会内底，啊，毋是伫教会外口，啊、哦，是伫教会内底。啊，魔鬼伊一心一意，毋是伫外口迫害，是对内底的迫害。所以，耶稣用即个特别法利赛人，伫提醒咱现代基督徒，啊、哦，唔通注重即个宗教嘅行为意识，最主要要注重咱嘅内心。 你呐，你的心内到底你是真正有认真啊，无认真，别人拢看未出来。咱是句话讲，人心隔肚皮嘛，别人个心中隔一层腹肚皮，你看未着，你只有看到外口，你看到山，你看未着心嘛。所以耶稣也是安尼讲。所以我感觉呐，做一个真正任何宗教，我要讲任何宗教拢共款哦，吼，你要勇敢。 去面对你到底咧信啥物啊？毋通家乡对拜，爱足认真，包括咱基督徒在内，你也足认真来面对来思考，讲我到底我咧相信啥物啦？我信即个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我一定要足清楚，袂当糊里糊涂，人照你硬去甲对人咧说的安尼吼。啊，到底上帝是啥物上帝？你也拢毋知。啊，圣经咧讲啥，你也拢毋知，都敢若上帝听我我斗来说的安尼不行啦。 安尼袂用诶啦、哦，所以讲我,我们讲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若真正要接受这个信仰，你要足清楚这个信仰到底的真相咪？这就是今日要讲的内容，好、哦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耶稣嘅故事。